哎，你要下班了。两位好好努力向上，为公司争取更大的利润。是的，主管。我一定让公司赚大钱。这个提案的设计图我明天就要。好 ，OK。这提案我明天就要。主管，没问题，小 case。提案呢？主管，我说你们这些新鲜人的创意啊，真的都差强人意。你知道你们很贵吗？主管，这都是你做的、啊。嗯，对。主管，主管，等一下，先有一点嘛。哇，设计多漂亮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公司呢，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，好为公司卖命。谢谢主管。等等，我好像有东西没有拿。嗯。还没下班啊？哦，还没啊。你在干嘛？哦，我东西好像放你桌上，我刚刚在找我东西。好，我在找我手机。嗯，好，你刚回去休息。哦，好。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喂喂，连城电脑吗？我想报名，请问遇见才华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连城电脑，让你价值连城。